害的女生，怎么奇怪？怎么没男朋友是怪了？我这6年没有交男朋友，可是这是我6年最快乐的时候。怎么说什么？有别的方式？就一方面去上课，然后怎么讲？讨厌，你真奇怪，我再讲都可以扯到天地八九。我道歉，但是我说他6年没交男朋友，我说有别的方式排遣啊。啊，是是是，你怪我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猫咪达人秀才艺，何邦家的猫咪却中弓。哎呦，厉害！看他小偷，转开动作。哎呦，天哪！好厉害哦！我最多大猫星。讲到哪边我忘记了，对，6年没有交男朋友，别的方式排遣，可是反而最开心这6年的时间。对啊，就去学很多东西啊，学很多东西，因为之前当歌手多一点心思在自己身上，对对对，对真的真的对啊。但是你们这个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啊，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来伴，那老再来找伴干嘛？老在找那个老伴，你已经没有感觉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再见了。不会啦，我觉得单身的时候要享受单身的快乐。你看我们三个单身女生，不错吧？嗯，好可怜啊，都强颜欢笑。你总不能让我在这里就哭了吧？对呀，三位都强颜欢笑，然后化妆间那补妆的粉刺哭了又补，补了又哭。被发现，干了又湿，湿了又擦。对呀，真是。好了，我们干脆有今天我们就征婚嘛。啊，你们怎么样排遣？有没有比如动物啊？养宠物，养宠物。